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录明妙业。求彼阿弥陀佛，即是求自心。要求得自心，必须求彼阿弥陀佛。为何今日破灭佛法无明散乱的凡夫生、闲散的道人、追求名利的儒生，与一般参究禅理之人，都不知道境界即是自心，求生并不妨碍真心的道理，反而在八二的法门当中，分内分外，辨别境界，辨别自心，叫人舍外境而取内心，背离境界而趋向自心，使得爱憎的情意转多，分别的心念更甚。只要一分别境界与自心有二，便以极乐世界为外境，叫人不必求生净土。一分别其心与境有二，便妄指六层缘影虚为妄想的为自心，而认为极乐世界为妄心内，又自己思维此妄心没有形质，本来就没有一切因果善恶以及修行正悟之法，从此之后便任意虚妄的牵扯世俗的因缘，叫人不须礼佛、烧香、燃灯、诵经、忏悔、发愿等等，说这些是着相修行。而关于天堂、地狱以及极乐净土、无量无边的他方世界，虽然曾经听说过名字，因为不曾见过的缘故，就直接说这些是没有的，反而说快乐是天，就是天堂，痛苦就是地狱，这种见解实在是鄙劣呀。世宗说这些人真是可怜悯者啊。我们知道我们本心呢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真空，一个是妙有啊。这个两个方面呢是我们本心具足的啊，并不是两个东西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啊，是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可能表现为真空啊，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可能表现为妙有。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啊，真空妙有是一码事儿啊，一码事儿，不是两个东西啊，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呀用这两个方面分析我们这颗本心它具足的德能而已。那么我们迷惑了啊，因为分别执着啊无明了，迷惑了啊，即使迷惑，我们本心的德能也在不知不觉呀在应用着，只不过呢啊是一种迷惑中间的不自觉的一种使用啊。比如说我们投生为人啊，这个人有身体，有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外境呢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些呀本来就是我们本心呀真空妙有的外现啊，真空妙有啊
其中的表现而已啊，只不过我们没搞明白啊，以为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的本来啊，其实不是的啊，是我们本心迷惑以后啊，迷惑以后业力推导，业力牵引产生出的一种状态而已啊，它是这样的。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本心的表现啊，我们本心呢的真空妙有同样是我们自性的表现啊，这两个都是一码事儿啊，只不过呢我们在迷的时候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在悟的时候，我们本心同时具足真空妙有啊，我们原来说过啊，外在一切有为就像大海的泡沫啊，那么真空妙有我们的本心就像大海的本身啊，就是这样的区别，这样的关系啊。所以呢，虽然我们看地球啊很广大，我们人有60多亿啊，无形众生还有无量，宇宙里边还有无量无边的星球啊，空间呢啊，我们往往不能够了知啊，太广大了。我们在我们用眼睛，用我们思维啊这个区间里边去观察，我们觉得这个宇宙浩瀚无垠，广大无边啊，太伟大了。但是啊，再伟大它也是我们本性大海啊，广阔无际的大海变现出来的泡沫而已，小极了，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样理解明白了，那么我们对我们本心和本心啊产生出来的六根六尘六识的关系就搞明白了。搞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通通呀是我们心产生出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啊，虽然他们之间有区别啊，是一个是痛苦的世界，一个是极乐的世界，但是呢从本质上其实都是大海产生的泡沫啊，没有什么区别啊。一旦回归大海，我们就知道啊，无论是娑婆，无论是极乐，都是大海原引之一啊，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虽然他们在大海的角度看没有区别，但是在我们没有回归大海之前，区别就大了去了啊。我们为什么回不到大海呢？本性的大海呢，是因为我们呀啊有业力，有无明啊，有执着，所以呢啊，我们既然回不去，那么佛菩萨给我们一个方法啊，
既然你执着，那么我们就不执着啊杀盗淫妄这些东西了，我们执着啊善的好的方面吧，啊这样来做，同样是一种执着，同样是在泡沫这个阶段可以做到可以理解的啊这么一种东西，那么呢这样方便大家呀，适合处在泡沫阶段的人呀，啊，而能看得见，能摸得着，啊，按照这个方法修，慢慢的，啊，好处就开始出来了，啊，这是净土法门的原理，啊，有。现在娑婆世界就是种种恶浊起修啊，修因果无间是善啊，修净业三福，同时我们念佛以佛力加持改变我们自己啊，慢慢熏陶自己，让我们自己变化，逐渐的呢往啊这好处去。所以啊，在这个期间，在有形的阶段，在泡沫的阶段，我们必须做什么呢？啊，必须礼佛，啊，必须啊诵经，必须忏悔，必须发愿等等，啊，这些着相的修行必须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摆脱这个相。现在在着相的阶段，我们必须修着相的东西，用着相的方法啊，把适合我们着相的这个状态。如果在泡沫的阶段，我们自己就说了啊，我们不修着相的了啊，我们修新的东西吧。啊，按照大海那样来修吧。啊，不需要拜忏呀、诵经念佛了。那么，这种人呢，佛说了叫可怜悯者。啊，说的难听点儿，这是个蠢货。或者再难听点，我们啊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学了几句佛教的名词儿，自己以为啊自己就回大海去了啊，自己以为可以不用修了，我已经悟道了，开口闭口说什么呢？说心性，谈心性啊，具体呢一看身口意依然恶浊啊，依然纠结种种的问题啊。啊，然后呢，啊，恬不知耻的说，不需要拜忏诵经念佛了，啊，我们可以用心性，啊，看这颗心。就行了，不需要西方极乐世界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心外的，根本没懂佛法，根本不懂自心，
自以为是的呀，在那里胡扯。类似这些人很多，那么在这里我想啊，和大家呀把我们的体系再稍微说一说啊。那么我们依照佛净土三经的原理啊，依照佛法的原理，结合我们现代化现代化社会众生的情况，以及现在社会人们的根性，现在人们可接受理解的语言习惯我们搞出了我们这个修学体系。目前呢，我们已经把基础这个体系基本建立完善了这个基础体系呢就是从佛法的基础因果五戒是善开始给大家培训，讲明白，用现在人能够听懂的话能够明白的道理给大家展示，和大家说明白大家能听懂，然后呢结合到我们自己这里以此为标准发露忏悔。慢慢的改造自己的身口意，逐渐的使自己呢消除业障，逐渐的使自己增长福德，使自己身心清净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佛力拜忏诵念念佛，佛力加持。其次呢，我们自己依教奉行，按照佛的要求、佛的教诲，我们改造尤其是基础慢慢的，我们这么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慢慢的使我们具足呀五戒十善的要求和标准，慢慢的使我们达到善男子善女人的这个标准了逐渐使自己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这个呢就符合净土三经里边对中品往生这个要求。达到了这个要求呢，我们呀念佛万修万人去那么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佛法的修行这个体系大气体系里边的内容以及根据这个生命线从小到大佛法成长这个体系的大气模式以及呢我们佛法和行业种种相关联的大气模式这个叫佛法妙用这个大气的体系培训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个阶段呢，我们呀还在六根六尘六识这个体系里边打转没有摆脱这个体系，但是呢在这个体系里边，这个有为的体系里边或者刚才我们比喻在这个泡沫里边让自己呢遵循了规律了遵守了五戒十善了不去造恶往干净、往善、往光明这个方向转变了这里边不仅仅是
看佛经啊，懂道理，而是切切实实的使我们这个泡沫呀由黑色恶浊变了，变成光明啊，变成呀啊白色的了，要变啊，我们身心世界呢要变啊，不能仅仅是听啊，看点佛经，懂点道理，这不行啊，没有用处的，要变啊，就要修，要自己身心世界呀、啊、真实的改变，真实的熏修啊，这是关键。那么大家呢，如果逐渐啊达到这个高度了啊，达到这个程度了，慢慢的呀啊，大家这个六根六尘六识，通过我们这个戒定慧的修持啊，前面主要是戒，慢慢就安静下来了，慢慢呢生灭的频率减下来了，慢下来了啊，慢慢就走向呀定啊，慢慢的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些东西慢慢就作用越来越弱化了啊。表现是什么呢啊，比如我们很多同修呀啊，经常忘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一来我们清清楚楚的去办理，办完了呢很快就忘了，记不起来了啊，好像那会儿干了个啥事儿，但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意识的作用啊减弱了啊，不记忆了啊，处理完就过去了啊，就像镜子啊，我们走到镜子面前，镜子呢就显现出来图像，我们离开镜子呢，这个镜子呀啊就没有这个图像了啊，我们也是这样，慢慢的我们的心这个作用就发出来了。新的意识做发出来了，我们必须给大家一套东西，告诉大家在这个新的作用下如何保持，如何呀运用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用五原则五不法啊这套实践的体系啊，在用义工实践期啊啊，个人管理期啊，主持期啊啊，沟通期以及团队管理期呢啊，培训大家将来我们怎么用，怎么妙用啊，怎么妙用啊，教给大家一个套路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普贤行愿品，那是佛请普贤菩萨给所有的菩萨呀一个套路，告诉大家你今后到了心性这个阶段了怎么运作啊，做个榜样，做个表率，做个模板，然后呢依照这个套路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啊，比如说地藏菩萨啊，他走的就是普贤行愿品，只不过呢啊，他是给地狱啊三恶道最痛苦的众生去用用普贤行愿品啊，像阿弥陀佛同样走的是普贤行愿品啊，那么他的方法呢是给众生建立一个佛土，让大家呢到那儿修行成就佛国
那么我们同修呢啊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那么怎么办呢？啊，我们搞一个呀相对来说简化的版本啊，适合我们现在同人啊可理解可操作可运用的一套实践的版本啊。这个五原则五步法呢啊，就是继承啊发扬我们普贤修愿品啊它的精神内核啊，吸引佛法啊，运用佛法的啊这些理论，结合现代人的实际啊，搞出的一套我们现代人可实现、可操作、可运用的啊一套实践模式、启用模式啊，或者说我们心性呀妙有的模式啊，要让培训大家呀习惯于用这套模式啊，用这套套路啊去运用、启用啊。同时，我们在疗愈期的基础上啊，要告诉大家如何安心。目前呢啊，准备把这个疗愈期啊在大同搞一个月的啊这么一个期啊，那么分三组。第一组呢啊就是原来疗愈期的内容啊，就是大家呀在功课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啊，业力清了，福德增长了啊，佛教知识也知道一些了，但是呢在某种程度我们呢还有些纠结没有理清楚啊，我们给大家啊疗愈疗愈，把里边啊意识这条河溅起的水花沾着到我们呀啊种种方面形成执着呀，我们给它呀解开啊，让它回到意识流里边去啊。那么第二个小期呢啊就属于关照啊，关照方面的啊，大家今后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淡了，心的作用起来了，平时怎么保持呢？就是关照啊，心经里面说关照啊，看外在一切啊都是假的啊，都是有生有灭，有起有伏啊，没有根本，都是泡沫啊，看它是假的。我们自己呢诸法无我啊，我们这个肉体是种种物质因缘假合的，所以它依然是空假的啊。我们自性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在哪里呢啊？我是谁呢？是空的啊，观察自己是空的，使自己常常处于空啊，老经常啊，今后呀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保持自己为这个样子看一切现象，一切有为，一切物质，通通是假的啊！再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它来了，我们看它都是假的啊，因为它是生灭的，没有永恒啊。看我们自己呢，是空的，保持空相。保持这个状态不变啊，这就是中道啊，这就一心三观啊，这个呀就是心经里边讲的啊。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这个东西。嗯，